北京朝外地区社会管理中心的排练厅，范田远正在表演踢毽，小小的毽子被他踢得上下翻飞，玩出许多花样。这毽子在范老师那个脚上就是特别听话，算是老前辈吧，他比较时间长，教教大家。师傅啊，那绝对是师傅啊。范田远被大家叫做师傅，他的技术绝对配得上这个称呼。您瞧，不用脚踢，用头也能玩出花来，这招叫双插花。再看这个，这叫大拉燕儿。而这个带着毽子完成的动作叫做铁门槛，真是一招比一招厉害。我今年已经72岁了，我踢毽子我是由30岁开始踢的，踢了已经有4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踢毽子它伴随了我一生了。反正是我学踢毽的时候他就已经踢得很棒的了，在北京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片谁都知道范叔，甭说踢毽、抖空着、跳绳、舞步，那全是全程。范田远15岁开始习武，练得一身功夫。1969年，30岁的他又喜欢上了踢毽子，师承著名的京城剑王张继盛学习花剑技艺，而因为有武术的功底，他还把很多武术的动作和花剑技巧结合起来。比如我们武术里的要剪子骨，我后来我给他起名叫大卧云，把剑搁在脚面上，也不能让剑掉了，那你脚腕子得好。还有京剧界、武术界也有那个铁门槛，咱们毽儿也可以把这毽儿、这个铁门槛也可以引进来，那么就是创新了。而这招朝天蹬就让我们见识了他扎实的武术功底。范田远这种融合了武术的毽子技法自成一派，让他声名远播，成为了很多媒体报道的对象，被称为新一代的京城剑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今天的健康故事主人公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这位踢毽子的高手范田远。但是咱们今天不讲他过去的辉煌，而是讲一段发生在他身上的鲜为人知的经历。如今范田远每天都会到家附近的日坛公园磨练花剑技艺，72岁的他依然身手矫健，能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几十年的相伴，毽子给他带来过很多欢乐。这个毽子本身就很趣味性，比如你平常只能踢3个，后来你能踢5个，你就高兴。平常你不会花样，你有这个花样了，哎，他很高兴。这个踢毽子让你自觉的、自愿的去玩去。然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却几乎要和踢毽告别。那是1997年，范田远被确诊患了晚期直肠癌。虽然经过手术和化疗病情好转，但出院后的他身体状况一落千丈。130多斤，将近140斤，那会儿已经不足110了。你想30多斤没了，一个是你精神状态没有了，一个是你体力没有了，然后你平衡能力更没有，你走着晃晃悠的，哪有平衡能力，谈不上平衡能力了。短短几个月的功夫，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京城剑王，别说再踢毽子了，甚至连基本生活也无法自理。他下地都可以说就是不是很灵便了，得有人扶着，而且呢，吃饭的饮食呢，只能吃流食，脚底都站不住，头昏脑胀的，晃晃悠悠的下来，连楼梯下都得让人搀着我下来。那时候瘦得跟皮包骨似的，那时候也都看着人都说不成，这老头可能过不来了。得病前后的反差让范田远很受打击。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下夜班，完了之后骑自行车到颐和园，然后到那昆明湖游600米，游完以后回来晚上还回去上班去，那什么身体呀、啊？哪在乎这个？哪想到现在好，整个给拴着，动动不了，踢不了，什么也干不了。就在范田园直肠癌手术仅仅一个月后，家人发现连站着还不利索的老范竟然又开始下地练毽子。他就下床呢，就是扶着床，甚至于扶着墙，他就空练，就不带器械，空抬腿。我慢慢来，比如一开始你抬几下就累了，甚至还要出虚汗，那么我能抬的多少，比如我一开始我能抬10下，我就抬10下，歇会儿我再抬内腿。当时周围的人都觉得老范简直是在拼命，可是范田远却觉得这是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会儿还不到60岁嘛，差一年到60岁嘛，59岁得这个病嘛，我还真不甘心呢。因为我的老师80多岁还能踢呢，我也要打破人家说了，说这老范这么好的一个老范，这毽儿不能踢了，我想我还应该重新捡起来。体力渐渐恢复一些后，家里练习已经不能让老范满足了，于是他便转到公园里继续练。开始不行，没有力量，我就扶着树，拿这手当毽儿，这手是毽儿，我用这脚找这手，一够不着嘛，然后慢慢的行了，就够了，一二三四就够着了。而为了督促自己练习，他还专门制定计划，做了记录。从这本日记中就能知道范田远当年练习的艰难。比如说我这计划里头是吧，练一个礼拜，我就可以弹、磕、拐、奔、绕转法各10次。啊，这是97年刚手术那会儿。这是啊，对，一开始是这样。他每天有个数，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就能到5个，我做到5个，明天呢我就得做到6个、7个、8个、9、10个。你看，过了一个礼拜，我的量又增加了，增加到什么情况呢？下午踢毽活动就能达到40分钟，一开始也就是20分钟，一个月以后，那么我这个基本就正常了。那会儿能踢多少？左右的腿都是25对，左右腿的25对就是50个。艰难的练习持续了半年之后，范田远无意间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消息：北京正准备举办踢毽的技术大赛，他毫不犹豫就报名参加了。啊，挺兴奋的，我还给别人说呢，我说咱们很多我的有几个健儿，我跟他们说都参加这个赛的。我不懂那个医学是怎么回事，但是从医生角度来说呢，说不要做剧烈的活动，容易这个伤口崩裂，以后呢再恢复就那就更难，就难了，就旧病复发就完了。范田远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走上了比赛场。没想到的是，他以癌症术后近半年的身体状况，居然拿回了个全国冠军。我那次踢了1798个，如果说没有风我能连踢4000次，这个报纸都跟我说了。你看，这是当时比赛那次哈。对，就当时比赛了。这次比赛之后，老范备受鼓舞，练习踢毽子更是劲头十足，体质越来越好，对踢毽儿也前所未有的投入。吃饭有时候就想想，哎，这有一个动作，就撂下碗筷，他就从那个包里拿出那个毽子，就到那哪儿，看，比划完了，还跟我母亲说，就你看老伴儿，完了说儿子，你看我这个好看不好看？你在做梦里头还有这动作，呱一下踢，甚至能把他给扒一脚踢醒了，说你这干嘛呢？我这琢磨劲儿，我这。比如说外边的风雨太大了，他在家里边他要练，所以他现在腿脚那么好呢。这段视频拍摄于2002年，时年62岁的范田远，距离接受直肠癌手术仅仅过了5年，就已经能够重新踢出这些拿手绝活了。而身体逐渐恢复后，几乎每天范田远都会到日坛公园锻炼，
先是武术基本功热身，然后就是花剑的练习。15年的坚持，人们几乎想不到他曾经得过那么重的病。你说我们有时候踢毽都觉得累了，他不知道累。你说他儿子就说了：“哎呦，老爸，您歇会儿能不能？”您岁数比我大，我65。哦，那比我小。比你小啊？啊，我七十三了，现在。都得72。真你真好看。不仅同龄人的身体状况比不上他，就连跟他学踢毽的中年人跟他也是有差距的。他呢，身体踢别踢毽的跳绳，他的屁比我都强。他70多岁吧，我才50多岁。啊，健康之星呢，一直北京市健康之星啊。看不出来，我老看不出来。我骑车去的时候，您看我后边不知道，一上车一片脚上去了，人家想问日坛宾馆在哪儿。当时在后，肖哥，你停！日坛宾馆在哪儿？我一下车，哎呦，对不起，大爷。他一看我面貌不是小伙子，我身形后边的动作都像小伙子。看到这儿啊，咱就得说点什么了。先说这个坚持吧。癌症术后的范田远从空抬腿开始练起，半年后就拿了踢毽子的全国冠军。他说的很轻松，但是这背后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所以说啊，这坚持啊是一件苦差事，就是需要你付出时间和努力去面对挑战。再说说这成果，15年来坚持下来，范田远的身体状态啊，不要说和同龄人比了，和年轻人比也有一拼。要说生命在于运动，范田远的经历那就是很好的例证了。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从积极锻炼中收获的远远超过了生理的健康。他是声名远播的京城剑王。我今年已经72岁了，我踢毽子我是由30岁开始踢的，踢了已经有40多年了。他是曾经的癌症患者，差一年到60岁，59岁得这个病，我还真不甘心。踢毽儿帮他找回健康。他一看我面貌不是小伙子，我身形后边的动作都像小伙子。踢毽儿给他带来快乐。不高兴的那个，产生那痛苦的眼泪，那眼泪能把虫子给杀死了。所以说这人呢，要快乐。健康故事，老范爱踢毽儿，中华医药正在播出。范田远除了每天要练习他那独特的花剑技法，更琢磨出很多新玩法。最吸引眼球的就要数下面这些了。首先是这个，边跳绳边踢毽子。两脚交替是难的，一般的就会一个脚的，你看一脚的容易。手脚配合的一个协调性，等于是一心多用。再看这个，一边抖空竹一边踢毽子。这个毽子踢了，这个空竹还不坏，空竹还能转着，毽子还能踢着，能踢几个那就很有兴趣，就是琢磨一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吧。范田远不仅自己踢，还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日坛花剑队，每周一周四的上午，在朝外地区街道活动中心，他都会准时到这里和大伙儿切磋花剑技艺。对了，但是较劲呢。我说你心熟能生巧。对了。你这动作怎么样？学会了我感觉。学的，反正慢慢学吧。你尽力太大了。我觉得你跟你个人比提高了，比我一开始不会落，我能落一个了，那你就有进步了。一到两了就哎，你先定几个目标，定一个自个儿能达到的目标，一点点往上。踢了有7-8年了吧，7-8年了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经常老踢，所以腿脚就比较灵活。我今年55了，我觉得还行吧。啊，我觉得精神状态特别好，觉得吗？而且你看，从早上起来了踢呀、啊，踢俩小时不带累的。人家喜欢你这样，我就通过教人这样，来跟我来学这样吧。他通过一段时间，他身体改变了，哎呦，他也喜欢这样了。你这不都是快乐的事儿吗？个人快乐，与人也快乐，那你不是快乐吗？踢毽子对范田远来说，意义已经超越了身体锻炼。2008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大家都以为这次打击之后，他可能不会再来社区锻炼了。可没想到，几天之后，在这个场地就又见到了他。从我思想里，我也知道，是吧？你自个儿还要应该好活，他也愿意你这个要好好活着，他也不会这个怨你这老是愁眉苦脸的。范田远说，踢毽子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精神都与之相关。只要能踢毽一天，他就要坚持一天。踢不动的时候，我给人看场子去啊，我给人看，给人喊好去啊，鼓励人踢呀、啊，肯定是这样的。毽子给他带来健康，毽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当年的晚期癌症患者，眼前的硬朗健硕的老人，通过踢毽子，范田远悟到很多。人说了，你只要一高兴一笑，说产生一种叫什么内啡肽吧。好像这名称我得查一查，就说快乐素，哎，这积极的因素，他们对你特别有好处。如果你悲伤，你掉眼泪，据说那眼泪都能把那个什么那个逆虫什么都能杀死。如果你不高兴的那个产生那痛苦的眼泪，那眼泪能把那虫都给杀死。所以说这人呢，要快乐。说的真好，我们常说要积极生活，但这也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啊。远了不说，不妨先从坚持自己的好习惯开始，比如说学学范田远一项运动，练个10年8年的，到时候您再看，那身体状态，那精神面貌，保证是健康又快乐。好了，稍后是本期的红桃信箱，请您继续收看。郑州的王先生看上去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但是之前的他和现在大相径庭。那还是在1989年的一次感冒之后，他就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一遇见冷空气，遇见烟味或者其他的奇异的味道，包括走到街上那别人用的化妆品那味儿，就能引起咳嗽。咳嗽按理说很常见，没什么奇怪的，只是王先生的咳嗽有些特殊。他几乎是每天都咳，但是什么时候咳，咳多长时候，咳嗽的程度没法预料，他随时会发生。王先生说自己不咳的时候状态风平浪静，可是一旦什么味道导致他咳起来，那就难以控制。长腿一口气咳下来能咳半分多钟到一分钟，你看也厉害，就那不停的咔咔咔在那咳。王先生是郑州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师，任教已经有20多年，但那段时间咳嗽已经明显影响到了他的工作。讲着讲着就得最多的时候能停2分钟，就冷场了，孩子们就跟着眼巴巴来看着我，我就在那咳半天，不停的话就没法，一张口就咳。这个咳嗽是抑制不住的一种咳嗽，打电话呀或者说话呀，有时候就可以这个说不出来了，因为咳嗽引起的。说这个是这么一个规律发现，那么跟他这症状学啊，跟其他的这个咳嗽啊还不一样。对曹恩祥医生的说法，
王先生非常认同，他确实觉得自己的咳嗽跟以往不一样，就是嗓子痒，因为痒了感觉呢，就好像有个东西在那挠你似的，有个小虫在里面抓你，它都特痒，那也没法不咳。这最初的时候是这样，嗓子发痒，痒就咳嗽，别的咳嗽的特点呢是不是一声一声的，而是一阵儿强咳的，就一顿咳嗽那个那种表现。忍住吗？忍不住。那你怎么忍得住呢？咳嗽啊是忍不住了，你到想咳的时候你就非得咳不中，那就没办法。奇痒的袭击让人琢磨不定，而一痒自己就咳个不停。在被咳嗽折磨的几年里，王先生可没少去医院。到医院一看，说你嗓子痒，那就是咽炎，就是这样看，说给点消炎药，给点利咽润咽的药，吃完，管用不管？还管用，但实际上他还是没解决问题，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吃过药，只能控制住当时的症状，但是一遭遇感冒，咳嗽又卷土重来，而且越发严重。这咳嗽不仅是这儿，是整个开始往上晕，有一个晕的感觉，晕了以后，哦，这就是喘，这就是气管发炎了，就开始当气管炎治过，治了以后，但是这个一般都用西医看西医，治了以后实际上也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出根，有的物质成咽炎，有的物质成气管炎，它这又跟气管炎不一样，气管炎是炎症引起的，气管炎痰多，这个呢痰不多，它咽炎它也有红肿热痛啊，是吧？慢性咽炎也有充血啊，咽部这个没有。那几年呢看病啊，可真把我折腾的够呛，你说医院去的也不少，治疗方案也不少，检查的也不少，但是呢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看看这，你看，这是那次住院的这个情况。这个说起吃药啊，哎呀，这可真不少。你瞧啊，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吃那个什么，吃咳嗽药啊，喝完以后当时好一点，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甚至你就这药啊。我一次能喝一瓶都，喝完以后第二天照样，就是最后喝这个止咳啊、枇杷露啊这一类不管用了都，到那种地步。奇怪的咳嗽让王先生深感痛苦，也倍感无奈。到了2004年，他的咳嗽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这嗓子里边气道里边不是就跟有几块那个塑料布那个破帘子在那挂着，你这个一呼吸里边哗哗啦啦乱响，晚上睡觉也响。王先生非常清楚，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已经不是单纯的咳，还有了喘，那种连咳带喘的难受劲儿就甭提了。这个脑子憋得轰轰叫，这个嘴唇呢能憋得发紫，要憋过去那个劲儿，没办法，生活就是已经到那种地步。你动一动，随便一动，就我为什么从一楼爬到六楼得歇三四回，您知道爬楼都不行。反复治疗，反复这个咳嗽反复发作，造成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不能痊愈，不能改善，那它就发展成哮喘了，这是有的。日复一日的咳嗽，把王先生折磨得白天不能活动，晚上无法入睡。你好像很咳嗽，往那一躺。刚睡不了几分钟，就能把你憋醒，闷的就跟憋醒了，然后没办法，这喘就这么喘，然后喘完也就只好坐起来，你躺着到那儿
从2004年6月到9月，那4个月的咳喘让王先生对这个伴随了自己多年的老毛病的忍耐到了尽头。咳得厉害的时候，睡又睡不成，脑子昏昏叫，浑身没有劲儿。哎呀，我这还不是一头从这栽下去了，这也一了百了，都有那种念头，你看看。王先生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正常给学生们上课了，他不得不离开了他站了30多年的讲台，住进了医院。同了一个病友愣是被憋死过去，你看我就亲看着脸上憋得黑紫黑紫的，没事了，这大夫又给他做人工呼吸，又弄这又那，又用那个嘣嘣跟他电击，又那抢救了半天，抢救过来了，后来还是憋死走了。病房里的那一幕，对于当年54岁有着同样症状的王先生来说，无异于当头一击。我说坏了，这是不是就完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觉得我现在这个病算什么病啊？这到底现在也弄不清，这怎么也治不了啊？这医学这能攻克，那能攻克，这就我这个上不来气就攻克不了啊。据王先生说啊，自己后来把什么气管啊、肺啊什么的都查了一个遍，最后连心脏都检查了，哪儿也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咳嗽，难怪他有这样的慨叹呢。可这奇怪的咳嗽是不是就真的治不了了呢？2004年，当四处求治的王先生辗转找到曹恩祥的时候，作为中国中医内科肺系学科带头人的曹医生，已经接触过成千上万个像王先生这样的特殊咳嗽患者。最初的时候，曹医生也非常疑惑，究竟是什么引发了那种奇怪的咳嗽呢？就风寒引起的咳嗽，一般都是稀痰，不是干咳，而是有痰的咳嗽。还有一种是热咳，所谓热咳就是它有这个热的表现，就是痰，黄痰，它有痰，也伴随是有痰，它这个跟他们不一样，它是没有痰，没痰它就发痒，发痒以后呢，那它就咳，干咳。那种没有痰、查不出原因的干咳，对当年的曹恩祥医生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但从中医角度，我们也觉得它不属于风寒，也不属于风热，也不像那个燥邪上肺。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思考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因素？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不一般的咳嗽呢？曹医生查阅了众多的中医古籍，当翻到中国隋朝的一部医学著作时，似乎找到了头绪。《中医研发论》就提到了咳有10种，就是还有这个咳嗽的分类，就又咳有10种，一曰风咳，语言因咳不得静也，就是因为咳嗽啊，这说话呢说不了了。诸病源候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各科病因和症候的专著，书中有记述的风咳，说那种咳嗽让人咳得话都说不了，这个感觉王先生深有体会。说着说着下半句就没了，就啪一下就咳嗽出来了，因为还觉得挺不礼貌，两个人说着话吧，就要说家教，这正说一下就出来了，他就是发痒那东西，忍不住。曹医生发现好多患者都和王先生一样，一咳嗽起来一句话都无法继续下去，这样的咳嗽会不会就是书中说的风咳呢？这个风就有个特性，善行说变，你比如他这个有点痉挛性咳嗽，这个气道不舒畅啊，这个顽疾的一种表现，风性就顽疾。经过研究，
曹医生发现，那种咳嗽不仅咳起来无法讲话，就连嗓子里的发痒也越发像是风咳了。把他的表现呢，跟风邪的表现相联系，还是很接近的。你比如瘙痒，嗓子发痒，也从中医机理来讲，痒也是一个风的表现。这个主要是咳嗽。所以当王先生出现在门诊时，经过一番诊查，曹恩祥医生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诊断。见到的他的这个病的规律性，已经发现他这个病有规律，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那个风咳。中医说外邪治病，这个外邪呀、啊、有六种，风寒暑湿燥火。在曹医生最初接触这种特殊咳嗽的时候啊，人们听的比较多的就是寒咳、热咳和燥咳。这三种咳嗽来自于六邪当中的寒、火、燥。关键是王先生的这类咳嗽啊，跟寒咳、热咳和燥咳啊都不相符，所以曹医生就怀疑是别的因素引起的。果然，曹恩祥医生在中医古籍中找到了他的名称——风咳。哎，那我们就糊涂了哈，说人受了寒、受了热咳嗽还是比较明白的，说因为风而咳嗽，那这风是什么呢？是风霜雨雪的那个风吗？那如果是的话，这嗓子眼里边怎么就有了风了呢？那有了风，为什么会发痒咳嗽呢？尽管我们还搞不清楚风是什么，但曹医生已经认准了王先生的情况就是属于风咳，并马上着手进行治疗。从风来认识，从风来治疗，从疏风舒缓气道来考虑。你像苏叶，这个麻黄也可以点，治麻黄用的是，那不是用它发汗，而是用它疏风的。还有些个疏风的那个牛蒡子，这个舒缓气道的有五味子，这个地龙，这都能舒缓气道。还有那用白芍的也能舒缓气道，甘草呢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这整个方子不利疏风，不利舒缓气道，这么两个主导思想。拿了曹医生开的药方，王先生开始每天认真的煎药喝药，他满心期待他的咳嗽就此能有所改善。但是一连喝了三个星期的中药，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但是我心里也说，这个哟，这中医治病这么慢呢、啊？这朝鲜的那个方，就这20天了，20剂药了，这你说心里没有动心眼也动了，这药管用不管用？我也安慰他，我说这个病，这个我们治疗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我也不敢说那么满，那么你经过治疗看看，我觉得你还是会慢慢有所改善的。反正那先生这样说了，那我又没别的办法，那西医那招就尽了。你叫西医再看就是那，到那种程度，他法用尽了，那就吃呗。王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从第20天过后，他突然感受到了魔术般的变化。20天以后，那个症状，各方面的症状，表现都比较突出，喘是一天轻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因为这个睡觉休息好了，说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这精神也就好了，那就是轻松的很，一天比一天轻松，一天比一天感觉好。2004年11月，喝了一个月的中药之后，王先生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又活过来了。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原来唱歌哈，唱一句唱不下来。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就到元旦的时候哈，就能上台要唱了。其实啊，这个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这个风啊，指的是和风具有相似特性的外邪。那风的特性是什么呢？是无形、流动、无孔不入、来去无定、变化无常。
那中医啊就把那些具有这种特征的疾病称为风症，而这个风咳就是其中的一种。王先生的咳嗽没有其他原因，往往是由于油烟、灰尘还有冷空气、刺激性气味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源而爆发的。那中医认为无风不作痒，这个风邪治病啊就常常会出现痒，而说咳就咳难以抑制，说不咳了就又停止了，那像风一样来无踪去无影。所以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王先生的咳嗽是属于风邪造成的咳嗽。那像过敏性咳嗽还有咳嗽变异性哮喘，其实啊就属于中医里边的风咳。而中医对抗风邪啊，他用的方法不是要拦挡，而是要疏散。曹医生给王先生开的这个药啊是一个综合的配伍，其中的这个制麻黄中医认为有疏风定喘的功效。而这个苏叶在《本草正义》这本书上就讲了，说疏散肺痹、宣通肌表、泄风化邪最为敏捷。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苏叶疏散风邪的功能啊是非常明显的。那既然是因风而咳，那把侵入人体的这个风邪疏散出去，想来这咳嗽也就止住了。哈喽，告别了咳嗽，王先生的烦恼解除了，现在的他又重新走回了校园，走回了他曾经健康快乐的生活。但是从得了那病以后，就早上就很少运动了，不运动气儿还喘不匀呢，结果所以就很长时间没出来。现在这病哎看好了，这个身体状况啊就是恢复到以前了，所以又可以出来活动了。但正如风邪变化难测，所以风咳容易复发。常恩祥医生特意交给王先生一个自制饮料，帮助他预防。这个饮料需要准备生甘草两克、菊花两克、乌梅两枚，把它们一同放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当茶喝。菊花呀，这个乌梅啊，这都有疏风的作用，都有缓急的作用。乌梅它也有抗过敏作用，也可以加点甜味的这个生甘草，生甘草也利咽，所以这个从那个预防啊，从改善它气道的这个问题方面还是有帮助的。曹医生从中医浩瀚的宝藏中挖掘出了一颗珍贵的珠宝，帮助很多和王先生有着同样苦恼的患者走出了阴霾，他自己也非常感慨。中医就是这么发展的，我这科研啊也好，临床也好，就是通过这么的积累来领会、来感悟中医这个治疗，提出一些新的方法，提出一些新的闪光点。从2001年开始，曹恩祥就开始了风咳的国家课题研究，把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咳嗽类型重新带入了医生们的视野，并不断拓展，做到了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为很多患者解决了小咳嗽带来的大痛苦。好了，观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